就变成了变成了玩的运动，特别有意思，喊的紧张。这个孩子真有受伤，会给你盛产的人特别多，所以金立军盛产带来十一个好处，把盛产带来的血红光芒价值是什么，那肾当中的氧气被这个过量的肾虚所吸收，肾阳不温阳平啊，血的运化不足，那肾水的不足，它就会泛滥。一旦泛滥的对心火进行克扣，心如血脉，把心的阳气是推动血脉的动力，所以就进行五到六组的圆的运动，第一容易卡住的单位是肾，实际是心脏，那是心脏。并不是第一个卡住的单位就是你的脾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脾胃这块在饮食上，大家吃的比较杂，你这里不就是有杂念？那我多吃点酱油吃，不吃点辣椒辣的，这个问题呢？还能得到一定的效果，但是有问题，你下面就上不去了。8 1 0 不足的人可能是 Louis Banzuela， 然后
Ang nagsasalita sa kanila.